我係小 T。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，環境優美。你會見到大大嘅 L 字型嘅落地玻璃窗，到底係邊度呢？今日要介紹嘅筍盤咧，就係水南天岸嘅特色單位。呢、這個單位有三房兩廁嘅間隔，實用面積957平方尺，有大大寬敞嘅客飯廳，亦都有非常之實用嘅三間睡房。而呢個單位最大嘅特點咧，當然咧就係一個連天台嘅配置。只要呢一度行出去就一個大大嘅平台，而直上樓梯咧就會通往一個超過650尺嘅大天台。呢、這個單位非常之適合一家大細或者邀請親朋戚友一齊 weekend 嘅時候 relax 下、chill 下。我哋再睇下單位嘅其他內部結構啊！水南天岸的特色楼层有非常华丽的走廊设计，一入到屋就见到一个方正宽阔的客饭厅，有置咗 L 型的 sofa， 右手边摆咗六人的餐桌，再过嚟就是厨房，厨房都非常之宽敞，有三面的工作台，亦都配置咗不同的电器，左手边仲有储物空间添。客饭厅的尽头走出去是露台，可以望到东涌翠绿的山景。而客厅的左手面都同时设有另一个大平台，这个平台还可以放埋餐桌，我都忍不住打卡啊。饭厅转右就是走廊通向睡房，左边这里是一个客厕，客厕有企缸的设计，设计都挺时尚的，都有足够的空间。向前行是第一间客房，房间都方正实用，还有少少窗台可以摆嘢。呢度是第二间客房，两间房的面积相若嘅。再行入就是套厕，套厕就呈长身，有浴缸设计，有大大的星盘添。嚟到主人房，主人房面积会较大，重点咧就系有一个大嘅落地玻璃窗，有足够嘅阳光可以射到入单位内。朝早起身望到呢个景特别舒畅噶。今日天气晴朗，蓝天白云，上落嚟天台透气，真系有格外写意。业主好中意植物嘅，成个天台都布满唔同类型嘅花草，另外都设有餐椅同埋台，俾佢招呼朋友。天台的位置，这里打横看到的是整个东涌翠绿的景致，在这里想想东西或者跟朋友聊下天，可以暂时忘却烦忧，非常之写意的。这一类型的水南天岸特色单位非常罕有的，而且业主都是有诚意放卖的，大家记得把握机会一起过来我小 T 看楼了。